头晋升，我们决定策划出一场清义无锋的整人计划，所以在正式录影前紧急召开一场临时会，成员我的黑人老大、助教大牙以及众妹妹们上跑对策，确保万无一失，一场整人大作战就此展开。不少事情过，对，之前最经典的，你那时候还是学生时期啊，对，哎，你落泪，那个是发生什么事情？这时候是问你觉得谁最花痴？对，今天呢，我们就要再次重新推出美眉调查局，掌声鼓励。社会已经变成是很多年轻朋友生活的一个部分，你有没有发觉这种？有没有？有。只要我们10点到11点一播完，马上有人上网关心大家，而且网络马上塞车，真的是塞车。你有没有发觉这件事？所以我们十一点一播完，他们就会开始聊我们节目内容啊。所以这个息息相关的一部分呢，我们今天要扩大。我们今天做了100位试调，我们来调查一下谁呢？是他们心中认为心机最重的妹妹，怕不怕被说心机重？怕。小杰怕不怕？怕。为什么？因为这样子不好。怎么说不好？就是会害心理的建设倒塌。好有深度的一句话，有深度的。心理的建设倒塌。导致什么？导致就是心理就变成要重干那个心理的建设。重干心理的建设，这个算蛮白话的。好，那又呢，怕不怕？但怕。你一点心机好像不是很轻。还好啦，就隐藏还蛮好的。真的假的？你有这样觉得自己隐藏很好吗？不怕，其实我是个好人啦，心机不重。怎么说？就我对大家都很好啊，对不对 ？Apple， 你说对不对？哎，特别点名 Apple， 心机最重了。你看，你从现在开始细节，你会点 Apple 就代表心机重，妙丽的那种感觉要延伸到。哪有啊 ？Apple， 你说我是不是好人？犹豫，是，犹豫，犹豫，是。那丫头，你怕不怕被人家心机重？会怕。我真想知道为什么会觉得我心机重。我想要知道原因。吧，我觉得应该有人让我心机重嘛，因为上次粉内山那个。你说哪一个？吃肉情节。吃肉的事件。对，那我问大雅，你觉得我们班心机谁最重？以你看呢？我觉得丫头。真的？为什么？没有，可能是我觉得我跟粉内山比较好吧。我就觉得他干嘛要把那件事情讲出来，讲的好像就是要公布给大家知道，就是其实私底下知道就行了。我觉得啦，因为我觉得我跟他比较好，所以现在有点针对他的意思了。也没有啊，就只是觉得。就这件事来讲，有没有什么要？这不是今天讨论的话题吗？听到吓到了。怎么说？真是吓到。但因为我那时候是就是真的因为那块肉然后生气，可是我没有想到会到心机重那么严重。对啊，看来似乎大雅的第一波攻势似乎是成功的奏效喽，接下来戏剧性的发展回到棚内来看看喽。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要公布这个100位啊前五名啊，到底我们班心机谁最重。我们现在先预测，美眉预测一下，你们自己也都有一些人选了吗？有没有？刚刚有叫你们写嘛，对不对？那我们先公布一下。究竟遇上这20个妹妹，谁会是大家心目中心机最重的人呢？我们马上由今天的主角丫头来公布她心目中心机最重的前五名是谁喽。我们在这边公布了。第五名开始，
好不好？小兵。第五名小兵。小兵在这里，为什么？因为说你的好心机已经够重。你们为什么要反驳我？说你好跟心机重应该没差、啊。是他脑聪明清晰，就会想的比较多。没有吧？没有要反驳的吗？就是功课好，就不代表心机重啊。对，这样会抨击到所有北影的人。哦，这个严重了，这严重，这严重，我看一下这个。我跟你讲，他讲到这个北一女这个部分了啊，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要跟他讲？没有，就是你就觉得他，就觉得没有，就是跟人观念不同。我觉得说你的好，就是想的一定很多啊。那实际上不是想的，就是等于想的很多嘛。哦，这样接受吗，小兵？不接受啊。我觉得人家写的，你有没有办法？随便啊。你自己有写吗？啊？你自己有写吗？有啊。你第一名是谁？他。真的假的？对。你第一名是阿伯，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就海明就没有很熟，可是还要硬要装很熟那样，就对啊。假的。你讲话就娃娃音。尴尬，这个尴尬。可是不是新闻？哎，不是，就是大家都说的，我们要吃。感觉吧。我认识他的感觉了。嗯，啊，对不起。丫头，我看你是百口莫辩啦，更恐怖的事情还在后头等着你嘞。好，别怕得罪人，是不是？丫头加油。好，没关系，这只是他个人的。啊，因为他刚刚情绪激。好，我先讲好，不能翻脸哦，好不好？不可以生气哦。举手发誓，我发誓。不能翻脸。翻脸的话，翻脸的话，湿疹长到小腿，湿疹长到小腿，而且是从胯下这边长到小腿，而且是从胯下长到小腿，好痒哦，很红很痒很肿，很红很痒很肿。好，都发过誓了，不能翻脸了。好，来第四。我说我自己。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吃东西的时候就心肌真的很重。吃东西方面，对啊，就是我会想说，就是菜要配饭，然后第二步骤就是可能肉要配饭，然后那个肉要分三分之一，然后青菜要就是可能跟那个，就是反正我会想配菜的问题。你很无聊啊，你。对啊，然后我会就是。你突然的归程。然后拿便当的时候会挑鸡腿。哦，比较喜欢挑肉的。嗯。所以其实我讲他心机重没有错。对，我就有真的承认，我就是心机重，不知道。好，第三个。